아이다. 자야. 으으으으. 또 하려고 하는 거야. 으으으. 자야, 하이때요. 자야, 하이때. 왜? 자야, 하이때. 니가 자야. 오야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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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就跟着那脚一直被摔，还有摔着再有路。啊，就脚呀！你路呢？你有伤呢？有拍过还是跟跟？这是导游让摔个路，我们个摔哦。啊，哎呦，我摔有路啊，怎么呢？哎，路路都是要摔，路都是摔，摔哟！摔，摔摔有路啊！这个摔啊，来。顶着顶着，那雷都都白了，那雷都。原来下去不得下呀哈！刚才真啊，我怎么个路呢？我还不走山啊！山呢？刚才等于山有山。喂，山的嘛？有些建筑杠上呐，人家得铺。我多不过山啊！山啊！哎呀，那哎，去高年路，搿都越了出来，你去下年路。山呀！高年路我有拍过哎，有时候。哎，过过过，你导演个工作个山上么？对个。哎呀，下年路你么你？搿你都这么巧的，你赶上山的，搿帮我山的了，到几多啦？我讲你们山牛，我找牛，帮牛，家牛，那找你都去我啦。哎，找侬自己都找牛，侬找哪来？找牛哪找来？你搞活的木的去木哎。好你挖了点，你就挖，然后你就挖了点，一打给那采集到那哎那样，谁这么些真搞啥动手？人家这么动根，到了这个朝天路，我家哎，就包在朝天，我们都去的啥？我家的金山的小路，那我那我好的，哦，操，这烂路道，爷爷爷路道是啥公路？黑的，啥路？那这么，你怎么认路哎？你过山你路窄，我搞你都没被窄不要。哦，对，过山呀，你过山你还窄啊？哎呦，过山有路，有过山有路。哦，那在路的中山哎。对。呼，还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哦，这个有桌子包，有几张桌游哦。搞路有中山，没有中山哎。还有啊，天儿真迷茫哦。迷茫，我啥迷茫？对，啥？哦，你又拼一个，又你白色呢，又给掉了呢，那里用用啥？我也去用没靠用啥？哦，很重哦，有路也用，有几站台还用啥呢？嗯，到了还拼一句，路也难倒，过路用湖北用啥嘛？哎，用刀。这啥好路呀？又拼不那个啊？你什么路啊？要种菜哟，这又搞，哦，还得了菜哦，这我啦，啊搞，那到路上差点多嘛，嗯，这呀，这嘛，搞路上差点，有种差搞就搞好路，这呀，好吧，嗯，这得要种菜嘛，种菜种菜，但是有种这我，我就我个两个鱼几年了呢，结果呢就，我讲诶。我都还得找那老那怎样好过那样那那叫干干啥了？老那老师哦，干啥呀？就包路了。菜又到了，你又到了，你又堵了，又你妈，要么你好路了，都没菜，要么我找我朋友，都没堵，要么山又山堵，半又不堵么？直接打电话。那个告白，那个我们找你不打嘞。哇，都干了。那个白，那个白，这么嘞？哎呦，到啥子天了？老奶奶，你就过到嘛，到让去炒菜，做锅锅呢，蒸了那头。激动了，哎，不要管，搞啊，激动啊。嗯。老奶奶，听我。哎妈，多好。我这下摆。搞我呢。哦。你大娘，我痛一点，你不你别哭了，别哭了。我这是用冰糕。我要冻哎。我冰糕呢？哎，你要好冻哎。哎呦你好差不多了，你跟人蹦了地，三百一三百哦，
哦，肉肉肉的嘛，那几个啥子的哟，都弄得好啊，就很香。不是吧？对咯，那些今天把啥节目老来打起哟，没得毛了嘛。别咯，就跑到姐姐要那么臭，你好嘛？这怎么都还有药胶？这怎么厉害嘛？哦，晒得冷啊，得都晒得晒冷嘛，怎么干冷？哦，得弄到怎么晒干？哦，怎么到那一步搞那么个菜呢？哎，我。我好累哦，没得了，我叫接着轮流呢。我吃我还吃了吃，我都跟着不到底，打起好热打的嗦。做热了嘛，冬天很热，吃起刀呢，加起土了对面热的，自己刀厉害嘛，还照起走，还刀着吃。我躺着。我给偷了，我在马浪里搞的龙在搞的，谁？你要浪天马浪天老紧了，搞那菜又没得了搞，只搞了以后还得搞窝了只窝了以后还得搞了那菜又没得了只管子，那马我搞撸撸。你得搞撸撸我那只。我声音只有一家。哦，我边上的洗鞋蛋，也许都能产生。Oh no！ 你摸摸。我不办了，不办了。我在那等我拆呢，姐，等我拆，你看，你们带我往里走哦。对啦，我们，我跟你讲，来来，你看我往哪打那个洞呢？吃饭了。哦，你中了哎！这么好摸哎！哦，这就绕个口转起就转摸，是不孬哈？真咯，呜，什么呀？哦，真咯，中国出不拉了呢。哦，真咯，都搞梦啥？哎呀，到那拆的哦，搞出东西来，到那拆，莫别只么那么那出不拉了。拉通。哎，我姐，他莫弄啊！哦，老弟，去老啊，去老！哎呦，你得老嘛，老婆，你去公公看嘞。公公看啊！打了，我莫能打了，全弄了。哦，你都弄了，这样全去莫摸啊！得拆拆板。我等下子得去老摸嘞。去老家，去不老么能打哈？哦，得都弄了，我叫你拆拆板。拉的毛，拉毛的啊！拉毛的去搞钱。哦，老弟，都哪好一点？我带上钱去摸摸弄嘞，一钱还得老弟拿单哈。哇，把我这个搞拆没弄嘞，搞大吉了，你都完了，心情不折磨了打哈。对，我们还是这样吧。我你打我嘛？打你打我呀！我带上钱就没门了啊！我得检查检查了。你那个搞我个鸡巴弄一下，咋还呀？我这搞我弄了。你要说到中了，都搞都摸嘞。搞人对，搞送中了，搞什么？你还没听说呢？我三个你有路上来，来有路上来。哦，有。你还去播个路？啥？年轻路啊？你路搞一个？哎，你搞白猪油，你那家。三下都尿都那去做啥呢？我嘞，我刚拿他个吃的走了，哥你再回来啊！哥你再回来啊！嗯，老公好，你们到我呢？老公好啊！不，到我家不要，要是明年的话，那就没毛病了。到国家，那不
你把我撵到你。我就走了。